3月15日下午， Sunny 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这是我和赖小七的偶像剧情节。”照片中 ，Sunny 与赖美云在雪花纷飞的雪地中相拥在一起，面露微笑，快乐地一起玩耍，让人羡慕不已。其中有一张照片是赖美云把 Sunny 抱起来了，看来力气真的不小呢。网友看到后纷纷围观，并且留言表示：“爱你呀，我的小公主！啊啊，我也要最萌身高差，我申请参演，我要当男主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